哎，你们在说什么啊？听不懂哎。啊，每次读取画面的时候都是要刺一下啊，刺一下广告，刚好接到我们开始游戏的时候，看到嘎这些买的多兰剑准备出去啊，冲锋陷阵，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大力攻，掉不掉？掉！让我真认真认真。我们这边的话没有 TP， 对面也没有 TP， 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会注重在打下路。大家打野都会去 gank 自己喜欢的那一路啦。你不行哦，这次选的main角，他的死哥真的不是盖的。希望 HKE 的中路这一个星星中单酷酷哥可以撑住他。酷酷哥好像是香港人吧？怎么感觉中单现在新的中单都是香港人啊？台湾的中单跑哪去了？OK， 这个雷哥看起来是很凶的一个玩家，他觉得他call了打野三等就上去哦，解决掉这个凯尔啊，那希望他们可以成功啊，祝你成功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有一个台湾的中路啊，来来来，有了台湾的雷姆，台服前任第一中单啊，台湾本土的。华人同学不是也香港人吗？好，开场换了他的 HP 一点，这个人好像是 main 黑人的，前面打小心一点，如果你用希维尔打黑人的话那是不太好打了，最好是不要推线，我们慢慢的弄。爸爸那个真的是 bug 啦。哇，他刚普攻竟然不带被动了。台服有个玩马尔扎，他中路挺溜的，是不是叫什么阿里妈妈杜啦？那个家伙真的很溜。这个时候阿里决定来跑下路了。好，倘若哪天好，快跑，剩下的就交给阿里就对了。好，我们 HKE 的中单跑了下来之后，成功的把对面闪现给打出来了，差一点。回家。没有好吗？他自己放的，那是系统自己卡的，不是我卡的，他就只有放到这里而已。我们回家买两把长剑，两个饼干。这个中单跑线跑得不错啊，来到下路逼出了一个闪现，虽然差一点点啦、啊，真的是差一点点，虽然他的青没有中。花轮同学就是 Gear 嘛，是不是啊？反正他们整个名字我都记不太住，什么花轮同学终于开始
无法避免，甚至嘎吱。哎咻，切割的不是我啊，是点歌的人啊，点歌的自己选到那里切的。哎咻，来看一下我们目前双方的吃兵数，37只比35只，中路34只比39只，其实三路都是差不多的。那接下来的话就要开始看打野了，目前两边打野都还没有做到事情，都是发育了一下。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做事的人哦，会得到巨大的优势啊，毕竟大家都浓了这么久了。死哥也差不多要六等了，哎咻，好，比数来到了1-0，上路成功单杀了 ，nice nice 啊！真不愧是狮子王，狮子人哦，这个角色滚雪球是极其的厉害。当他拿了第一个头，就是他雪球的开始，至少哦，到10个头之前都是不会停的。哎咻！而且他还是在欧拉夫去了之前哦，就把上路给单杀掉了。亮一下徽章，给他们一点压力，假装要带斧。TSM， 啊？怎么没带？怎么没带被动呢？他的普攻，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，奇怪，螳螂到底在哪里啊？好久没看到螳螂了、欸，我是想说要挡他的被动来回一下我的魔力了，结果他都刚好是没被动了。哎咻！算了，发育吧。好，回家补个装备。这场目前的话是欧拉夫还没有 gank 过，螳螂也没有 gank 过，而且哦，因为欧拉夫一直是走在敌人家里的，然后也没有看到螳螂。嗯，螳螂到底跑哪去了？为什么这个螳螂是这样 magic 的不见了？好。看来螳螂哦，应该是已经断线了。欧拉夫走进了对面的红区，都没有哦，还在，快跑啊，欧拉夫！我们大家给欧拉夫打打气，希望他能够脱离险境了。螳螂吃兵31只，等级6哦，
等级还挺低的。不会吧，我应该是不会不见吧。我是很讨厌配珍娜，是的，我并不喜欢配珍娜这个角色，因为一旦你配了珍娜这个角色哦，你就会像我现在拥有这个吃冰醋一样，但是你却会很无聊，因为下路永远都打不起来。哎呦，最后，哈哈，好吧，打起来了，怎么一说就打起来了。我想说下路永远不会打起来了，哎咻，好，来看一下目前吃兵几把控高甲，他88只。你好，这位观众，感谢订阅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看你的 ID。好了，要是珍娜有盾，好像可以再换一个。血，不血啊，死掉了。我想要再怼啊，饮料一起狂哦。我想说，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狂起来哦，因为我就嗝屁了。希望如果也让我输到剩下25%的胜率哦，我就决定把它封印了。应该是不会啦，至少都有50%。哎咻！那一只胜率25%、哦，不必多说了，我一点都不想提到那一只，看到他的名字我就堵蓝。哎呀，黑人现在的话补了一个妖梦鬼刀，我也有一个暴击的，可是我这个哦太靠赛了，其实打起来不太会赢。除非连续让我赛到三下的暴击哦，就有机会了。我本荆棘无限张狂，
这把好像那个了，别提那个字，别提那个字，我觉得应该是很那个了，但是你们别说啊。额外的18扣，回家买个装。来看一下上路300，连续单杀了这个凯尔三次。中路的话401，也是比对面中路更凶猛一点。那下路的话，吃兵也是赢了，虽然人头是一样的。来推中塔，来推中塔，怎么那么多的助攻啊？我死亡参与率很高，但是我参团率也很高啊，5%的参团率啊，超过50%。对面喊出了"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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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"之后呢，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跑出来了，应该是放推了吧，直推中路，让我们哦，直直的冲进去啊！来来来，拆塔拆塔，好像放推了耶。眼石等我满装啊！啊，稳了稳了稳了！今日哦，今日终于算是没有掉分的一天，虽然分数也没有上升啊。好像牛市可可开台了吧？牛市可可开台了。那我是不是该归隐山林了嘞？哎呀，过了过了过了！嘿嘿嘿嘿嘿。不然来撞他好吧，撞他一把吧。哇，感觉开袋好难赢啊，711分了。再15连胜，我们大家只要再15连胜哦，就可以得到这个徽章了啦，还可以冲向第一。哦，这一张你不行哦，又再一次的输掉了。不过你不行哦，也上精英了呢，撞一下好了。